这咋干呢？不是干，我是推神秘幻。接下来任务是魔鬼搭配吃鸡，六倍加 AK 二杀，而且还是不能六条三的那种啊！给你们感受一下六倍 AK 的压枪，如果能完成，求关注点赞啊！任务道具 AK 六倍已凑齐，该去检验一下效果了。前面三层楼进人了，小白鼠到场了，左边楼也有人，看样子一会儿就要到楼顶了，那是时候上楼了。这秒人比 M4 可快多了，对面同款楼还有人在观摩我的操作，这么盯着我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那没办法，只能打死他了。我是感觉出来了，六倍 AK 一次最多只能射十发，十发之后就开始天女散花。右下角还有人盯着我，都说了我会害羞了，不能因为我帅就这个样子啊，真是太流氓了，看地去吧你。然后楼里的两个，按理说应该都在三楼，没看到位置啊，可能是在楼梯口，那就从楼梯口给你们俩一份大礼吧。出现了，楼里应该还有一个人。小伙子啊，体验过什么叫做绝望吗？不过说实话，在楼底这样拉雷还是挺危险的，很容易就会成为靶子。不过现在两人应该晃得一匹啊，问题不大吧。哎，全歼全歼。好了好了，皮城没有人了，要不走了。作为一名资深 boss 啊，就算是离开时也不能掉以轻心啊！哎，厕所有人，溜溜溜溜溜！楼上有人看我，溜溜溜溜！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走吧。上个这么做的坟头草已经好几米高了。之后我来到学校，刚一来就有车挑衅我，我不管，你发出声音就是在挑衅我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六倍 AK 扫车属实不是人玩的。他们开车应该是要去点上面的空投。应该已经被他们盯上了，我换个位置。他们要开车溜，给我回来，浪费我这么多子弹还想一走了之。有没有一点责任感？来了来了，击倒一个。哎，又错枪了。现在就剩70发子弹了，要省着点用了。锤死你吧！外面好像有个人机拖住了敌人，敢动！听声音，敌人还在这边。哎呀，这个六倍，这样还是两个人，这个地方属实难受。我们从后面绕一下。成功签收四盒快递，这边没人了，大街上还落了空投，估计一会儿对面宿舍楼应该会聚集不少人吧。你看，你以为我会让，我以为你会躲，撞上了不是？楼里还有人。外面又来车了。还有人声。你上哪儿啊？最后一个，这都啥呀？导演组下次请演员能不能请点演技好的呀？这演技也太差了，一点都不敬业。对面远点还有人，我们去高点，更容易攻击伏地魔。不行，
看到你这个名字，我想再去编一遍诗啊。上车继续找人，就对二十三还是有一点距离的，求求你了。这就是为啥我之前说现在屋内观察最好趴下，能用手雷解救的功劳就不要浪费了，你的房子归我了。先生，有人有空投。你是铁头王吗？这都不懂。可惜毒网又刷新了，隔壁著名景点刚好在毒圈钻研，但是半天了啥也没看着啊，蹲着蹲着就剩最后六人了，而我至少还需要再淘汰五人才能业绩达标啊，难道我要拉上自己凑数了吗？没时间想了，快上车。有人被击倒了，挺住啊，我这就来救你。又一个倒了，你们慢一点啊。一个，啊，你是路飞吗？怎么从你脸上压过去了都没事？那谁在下面又来了，这一队母得了，还剩最后三人，人数将将够了。对面山头起来了，感觉这局的大家都有点憨憨的，那我也融入其中，直接冲过去吧。小心先上天了，高树停车。哦哟 ，AK 这个妖兽真的是个谜啊！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位置，还是很危险的，先吃口药。哎，现在知道了，谢谢贴心。顺利完成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啊！我是喵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